来灿星的所有同仁哈，所有同仁哈，哎，我们现在有我们的高雄市长哈，啊，高雄市长，高雄市长，高雄市长，灿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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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们大家长哈，陈菊的市长哈，陈菊啊，欢迎来高雄，来灿星啊，来灿星啊，大家。市长合照的哈，可以来合照，来这边可以来合照一下，来一个一个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们市长很热情哦，很大方，好，感谢我们陈市长这么来支持我们台湾。来，那我跟市长合照一下好不好？仰慕你很久哎，来这边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。好，我们市长非常的这个亲切哈，那么只要我们高雄市民哈。大高雄市民只要要跟我们市长合照也好，或者是跟市长哇，要好热情哦。大家看到市长都好热情哦。哇，市长在高雄真的是非常非常抱歉啊，本身我也是这个市长的这个支持者啊。那么等一下我们来这个来送福袋给各位啦。我们一人一个福袋哦，免费拿哦 ，OK。的电脑来上网呢，为我们的高雄投下了神圣的一票，每个人一天有6次投票的机会哦。所以看到我们的市长努力催票，大家千万不要让他失望，努力把我们高雄市冲到第一名，你们说好不好？没有错，谢谢。哇！耶，那我们
还有在场我们所有旅游业界所有头家所有好朋友啊，今天很高兴看到高雄，我们在旅游馆，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所有有关旅行业界这样的一个展览，我们有这么多的市民朋友啊，大家都来家啊。首先，我一定要祝福这一天在场不在场所有的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咱若要引号时段，我们就当初了啊，所有的孩子们都要珍惜自己的父母啊，所以一定要今天，如果有没有不能回家，一定要打电话给妈妈。那我再一次祝福所有的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，健康欢喜，平安吃百日。好啊，当然要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旅行业界、旅游业界，在为我们高雄观光努力。好，大家真的是拼到大了，感谢了大，也因为这样，让我们的高雄的观光哦，真的好几个倍数在成长。那高雄市政府一定会很努力，把高雄变成是一个有魅力、可爱的城市，让所有人来高雄观光会非常的难忘。因为你本身是一个有魅力的城市，当我们在推动自己高雄的观光，人家干嘛说啊来高雄，实在是让我非常的难忘啊，让高雄真的是太好了。五月天也是我们高雄的代言人，他依然是认为认同我们高雄所有的努力。我今天看到这么多的业界，也看到我们的观光局许局长跟大家都一起努力啊，我再一次的感谢。我看大家安尼入来，按大家人拢吵吵吵，哦，讲今仔日咱这个很努力，哦，我们今天这样的展览哦，都真的是非常棒。不过今天有一件事，高雄市是十大幸福好玩游程，一日游两日游，那请大家给高雄按一个赞，让我们所有的高雄支持高雄，在场所有的好朋友支持高雄。我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说，多纳多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母亲节快乐，多谢多纳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市长，让我们请大家拍个照，好，也请所有大家呢，别忘了要记住我们市长说的话，到我们的高雄馆用手机扫描 QR code， 我们的高雄火下非常的现场，同时我们的陈市长呢，也要送出在地的火鹤花给大家，大家请排队慢慢来哈。就往我们的右边离开，大家一个一个慢慢来，每一
来到苗栗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想到哪一个乡镇？想到哪一个好玩的地方？草莓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大湖草莓，对不对？还会想到什么，爸爸？来到苗栗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温泉，对不对？那再来呢？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赶快